今天跟我弟妹一起吃个大海螺，这是我弟妹。Hello， 咱俩这个吧。你会吃海螺不？不会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底下这个是黄啊，这黄可香了，能吃也不能吃啊。来，给你来个黄吃。好吃吗？这个好吃，挺好吃。然后中间这个肝呢，咱们再给它挤一下。肝不能吃多了啊，肝吃多了头晕。这个肝给它挤出来，好吃吧？不好喝。不好吃？挺好吃，我给你的都是精华。嗯，这个肉好嫩啊。贼劲道，要说这海螺还是饺子好吃。嗯，一点都不老。